小宝宝喝水了，小魏王，今天早上刚理的这个小光头给大家看一下，没头发了，头上有一点头癣哦。理光了以后抹药，第一次买的那个药膏没什么用，我这次又买了。好了吗？好了，你拿喝。好了，啊，过来亲一个，过来过来亲一个，嗯啊你。嗯，然后老二今天买的鸡给大家看一下，哎，来过来跟鸡玩，啊，到老二那里看看老二买的大公鸡，摸它一下吧，小魏王，哎，它害怕，它吓呆了，不敢动了，摸它一下啊，摸大鸡一下，是不是？这个叫鸡翅膀，爷爷今天做大公鸡给你吃，好吗？上次给他过。嗯，今天买的鸡挺大的，他你看，他吓得不敢动了，这来是绿绿咕噜眼了，哎呀，放开他就跑了。他跑了，跑了，你想跑哪去？围着爷爷转圈是不是？过来，来，手给我，走，我们去看鸡来，来，摸他一下。摸它一下，摸它一下，不怕不怕，摸它一下。好了，现在不怕了。炸鸡，没错，去处理一下。咱那大公鸡被老二处理好了，小魏王刚刚也换了身衣服。鸡头，鸡头，嗯，他们都不怎么爱吃鸡头，我特别喜欢吃鸡头。叔叔阿姨，大家好。哦，大胃王你好，干嘛？煮米饭是吧？米饭对。好的 ，OK。小胃王，这是骨干，好不好？啊？米饭。皮。等一下啊。对，这个给狗吃。鸡皮给咱家狗子吃。鸡脖子上的皮很多，那个淋巴在里头，然后它的鸡脚也给狗，它这个脚啊可能有鸡眼还是有脚气什么的，这个不是很干净啊。哎对，哎老二还可以哦，有样学样，就跟我学起来了。每次我呢把这个鸡翅膀上的尖尖我给它剁了，它也是大鸡腿儿。哇，咱买的这个鸡大，鸡腿儿也大。老二、猴哥、大胃王、清一色左撇子，都是左手吃刀。好了，好了 ，OK， 把这个肚拿去洗洗啊，刀刀板也洗洗。剩下来的小碎小碎肉渣子给狗吃。晃晃锅，咱们开始做，兄弟们。哎，收费了哦。收费。咱家老二会摸电。对。啊，不对。老二会摸油。对，大哈会摸电。两大人才，苏菲，苏菲，把鸡锅里倒，把大公鸡锅里倒。好的，大公鸡锅里倒，炒一炒，老二，炒一炒，把这个水汽先给它炒干，兄弟们，还不错，杨子，今天火头特别大，你看，虽然是炭火，差不多了，老二，料头拿过来。对，咱们料头，干辣椒、八角、香叶、葱姜，锅里倒，锅里倒，炒一炒。哎，对了，炒香香是不是？好了，酱油锅里倒，这个是料酒，啪，
新鲜的小鸡就不用料酒了，兄弟们。加油，快走！啊，酱油锅里倒。最后再来点老抽，再炒一炒。OK， 好了，我来替你拿着，上个颜色。行了是吧？可以加水锅里倒了，老二。加水。嗯。把它刷快走。啊，再来加水进去。盖上锅盖，给它煮上。老二炒的这个鸡红彤彤的，怪好看的，是吧？哎，这个香叶给它弄进去。好了，盖上锅盖。盖上锅盖。OK。行。一个小时起步哦。你好，你好，红哥。你放学了？对。怎么反背书包啊？对。这是当沙包用的嘛？跟人家练拳的，是不是？没事。你说盖上锅盖，锅盖，盖上锅盖，锅盖，有滚动，有滚动，不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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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嘻嘻，嗨，第一个，第一个，打开锅盖，打开锅盖，我们看一下，应该是熟了，兄弟们，熟了。我看看这个鸡皮，我就懂了，差不多了。来点盐，把盐锅里倒。啊，把盐锅里倒，没放盐，老二。盐锅里倒。这样你再尝尝，这样你再尝尝。尝尝，没干的，搞空了。嗯，搞空。慢点呗，没点慢点。啊，慢点一点。红哥把那个拿过来，鸡精不放了。这个是辣椒段，还有大蒜，锅里倒。辣椒段、大蒜，锅里倒。哎，搅拌搅拌，三分钟我们出锅吃饭，是不是？对。现在孩子们都饿了。孩子们都饿了，没错，兄弟们。再煮几分钟出锅吃饭啊。叔叔阿姨，现在我们出锅啦。来吧，出锅。煮过了，大伯这个放下，小心啊！来放在这儿啊，好。小心一点喽，不要烫到手了。嗯，他应该先装鸡肉啊，孩子。先焖点鸡肉。哈哈，咱这个汤收的还是很好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很香哦，然后。哎呀，这块大鸡腿，嗯啊，咬一口，哎呀，不要太香。刚好一盘子。OK， 小魏也来了，你小心。小心一点。出锅吃饭，我们。哇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啊，咱家小宝贝在这吃饭，兄弟们，你说吃饭，你说吃饭，吃吧吃吧，他现在很忙，没有空，啊，你吃吧，这个表情，对不起，我打扰你了。大洋来个这个鸡翅膀，是不是？鸡翅膀，大不赖，鸡翅膀好吃，嗯、啊，这大公鸡，大公鸡。我靠，咱家小猴子也饿了呀！你看呢，吊在那儿等吃饭。他不吃肉，是不是？他不吃肉，他喜欢吃黄瓜呀、香蕉呀、苹果啊、花生啊这些东西。嗯，太美了。等一下，我拿点汤。啊，妈妈弄点汤哈，你等一下。嗯、谢谢啊、哦。好不好吃，老二？嗯，不够好吃。不够好吃，就是非常好吃啊。非常好吃。嗯。这个煮的非常烂乎，这个鸡肉。有蒜的味道，蒜。出锅咱们放点这个青椒，放点大蒜，对，刚好提味儿。味道，味道真香呢。嘿嘿。嗯，我咬一口，我咬哪？我咬一口蒜，然后一口肉，太香。
大洋会吃哦，可以哦。哎呀，俺们家猴子都这么急吗？等等啊。他也吃鸡肉啊，我天哪，他啃鸡肉是吧？我靠，我刚说完他是吃花生的，他就啃鸡肉给我看。嗯，吃一个鸡肉呢，好吃，这个大公鸡好吃是不是？蛮好吃的，为什么被老妈抓马鼻子？我跟你讲，瞧瞧这个牙不行，咬不动。不能咬不动。好吃是不是？它可以吃哦。好了好了，勺子拿过来。勺子拿过来，吃吧。来，公婆哪里？嗯啊。它光是干泡饭。泡饭非常。鸡汤是吧？嗯。鸡汤泡饭，鱼汤泡饭。那都是人间美味啊！我小时候吃饭，我就记得，我吃菜吃饱了，是不是？然后我还要再装一碗米饭，把汤倒进去搅拌搅拌，再吃一碗米饭。所以我小时候就很胖呀。米饭吃饱了？胖过了，忘记啊。OK， 没有吃饱啊，没有吃饱。OK， 我要去装米饭去了。旁边是我们种的菜，哎，你看。昨天刚移植过来，现在有点趴啊，到明天就站起来了。这个小芹菜还行吧，早上下面的话，哎，拿几颗煮个面条特别美味。大卫再来一碗。今天大家都装第二遍，证明我们这个鸡煮的特别好啊。马上没了，一人一块，没有了，一会儿就是我说的鸡汤泡饭了。辣椒我喜欢，青椒好吃是吧？一口鸡肉一口米饭，现在吃的多香。哎 ，OK， 吃没吃饱？够不够？够不够？够了，没了，小碗里还有这么一点儿。小老板，小老板，把手干活，把手。哎呦，谢谢。啊，谢谢。不是谢，姑姑。谢谢。不是谢。这属于什么？手艺很好。难得做一回饭，过来邀功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老二，吃饭满头大汗的，你看。加油！不是人呐。桌子上剩的这个小的都拿给俺们家狗吃哦。对，弄点米饭，弄点鸡汤，然后这个骨头，狗子今天饱餐一顿是吧？对。OK， 好了。狗爱你。他说啥？他说狗爱你。我爱你，我们都是大家跟小野王说的。老二每次哦也能蹦出两句中国话出来，但是呢每次都感觉让人猝不及防的。